好像对匍匐西特别的狠心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不要再出现在我妈、我爸还有张本部长的面前。把匍匐西赶走那么高兴吗？他带着孩子这么努力生活，同样是妈妈，你怎么就没办法体谅他呢？石井哥喜欢匍匐西。什么？我们还蛮登对的。向你们介绍新组员，匍匐西是我们部门的实习生。你说什么？找负责打扫洗衣的大婶当新上集团的实习生，这样合适吗？匍匐西这段时间展现的能力并不输给任何人呢、要是他犯错，张本部长要负责吗？匍匐西，我会努力做事的，一定会让专务满意，请尽管吩咐我。好啊，要我尽管吩咐是吧？我的灿烂人生，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U 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i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。